Even 小蛋黄，我出来了，我今天要参加极客上海 City Walk 的活动。黄泰迪，你也是来参加活动的吗？黄泰迪，哎呦，今天的主角也太帅了吧！妈，赶紧让我爸提两。哎呦，又是你，黄金毛，在我面前就不要那么拽。我爸开法拉利，我妈开保时捷，我开玩笑，嘿嘿。你俩先在这儿等着，我跟你爸先去感受一下。哼，哎呀，极客 X 的1.0重力的座椅真的太舒服了，这左滑右滑还能体验 4D 观影呢。哎呦，这小冰箱我是真心喜欢，冰爽一整下呀！不会把咱俩给忘了吧？怎么会忘了你俩？快上车吧！我才不上去呢，上次把我爸车踩脏了，给我臭骂了一顿。放心，极客 X 的后排座椅可自动折叠，不用担心宠物把车弄脏了。对养宠人也太贴心了，看给我姐热的呀，她哈喇子能淹死我，还是车里凉快呀。哎呦，竟然用极客 X 的外放电功能打造了冰淇淋车。哎呦，极客这活动还准备了我最爱吃的宠物奶油。哎呀，我爸这么大人还给他吃冰淇淋，给我姐馋的呀。我姐也是没骨气，真好吃。爸，你手拿稳点啊，像这种活动就应该一天一次，一周就是8次。来来看镜头，一天我存在第一次。